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三千千丹三千千丹三千巴掌丹丹的压碎丹千千三千千都蓝本子三千千巴掌碎三千千丹三千千丹来三千巴掌丹丹的压碎丹千千三千千南无南无南无三千中国来说三千之南三千之南长春不能不能南的要罪大千之三千别自南无南无南无三千沙子来我大人绝技下巴大人绝罪也让过来先做我迎接我穷子大人绝三百堂前大人战争之人我
에체 탐지 나지 장수 시레모 나모 바가데 스메르 카바람사이 타다이 카다이야 아라데 삼약 삼부가이 대디야타 온 칼베 칼베 마하 칼베 칼베 파리쇼다네 스와하
我是说，我那边的那个人，你看那个也没本事，少我那边的那个人了。他这人那边有人在劳动干部，这工资嘛，他也不，对他他们这他妈都没工作，他们学习现在的，劳动了没面子，我不当，就是拿出学习出来，吃饭吃饭呢，上一宿了，老多时间都被用着吧，对他人家他们学习现在的，搞到就是当跟几天呢，这些老么子吃饭，刚好说到点的准备学习上面也念不了的吧，对他那些。 话也给他，路上就先给出门打打面，给那个路过也让给介绍吧。他们这个都大概确定，刚给这些找找，搞不明白见面不，吃不明白当面不，我明白准备。他这对面的见面，这边你是现在把做不上也没能也，当把得了小子了，不是说把办个来。 昨天准备烧了一碗的，今日准备洗手准备去，妈们这边先拿勺子了。谢谢，好了，今日经过夜，这边我同这些领了包，这边电话过年生日包，个月人不是拿勺子了，嗯，明明这边的就接着是，这边因为我们这边吧，你不管你就是啥样的，感情这边不算差别，一般小拿勺子了。 다들이 거짓말합니다. 팀순 집에 니면 집에 자대요 아래. 세상 동물 넘블링게리야. 딱 가장 즘링리야 베딩상 제가를 니돈 주니 진짜 주니 때리니 주지라. 엔 즘링 예. 징조래 사래 기지하래. 大家在经常的，这张阿郎做定的，人民啥不定的了，来要人，这是人民啥不定的，小白当不应战，咱们这小白定的去抄起，看到了，他看到，嗯。 我那前面边呢，俺就苦个不要嘞，我出去杀不起，哎，不能出去什么了呗？出去俺们来吃么了呀？苦个杀不起，
바지 도우요 아래 니마 가상당 선인의 고급 사업을 토구요 아래 제가 지난 세비나 나의 고가르수에다 고급 사업 니마다 와를 시원하게 아래 엔 제가 다리 간다라야다 고급을 송지에 드리지기 소수에게 엔 뒤주 사업이 나눌래야 소수 미스 사업을 지하지다 나르지 소수리야 가수에다 동해당 강해라고 충분히 믿어야 되겠네 봐. 그 제도 죽체 간다라야다 그 디지기 배 두렵 사버를지 랑수 사버를지 제도가 과대 다 계시면 됩니다. 다드네 가르라고서 사죠. 다드네야 담보들이야 마지 최신 마세 권리야 삼자르지 통통지 삼자 통통지 수정하지 가장 권다 추정하버려야 초초연주의급이야 얘기해야 도왕기 구에서 뎀배 구에서 드네 마지 대비 뜨두산에 아니 긴두면 나머지 상모마 패스두산에 패스하러 휴지를 따연두 Java des des samalolia be kini gi khandisha ani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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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zariji sto jeza baji tamaji nge dos la ne kran su yiche no khabo mare jeza ta dirin de dari cha ma su sa ni kran su lia parji meeting parji gyabje e jaji de na e nge sia be de mare do mi du chi tong re jeza 我这样对于这超级的卡要么的的能军啊是真正的卡出来的罗素当中大的是给这个面面子然后卡出来给你参谋了又下下的这里要的但一面呢可对一面呢他罗素的中大面不了卡要些都下下的这样嘛的这样罗素的中大这样的我主管的给什么下的要的 제가 삼에 뒤토를 샤지 아니지 기니 소소수기 바 가슈에 계제 기니 루세나 유마도베 소수 대살이야 기니도 바 간중마 중요 샤나데 야보민도 또 슈아이 아니 마시 기난즈 기난즈 산이 구바르나로리아 무슨 주춥제네 바 미덴기 제가 대두산 캐는 그래 뒤토를 샤로나 슈아이 다드네 다드네 람존음숨기 다 고네 다 람존음숨기 슝게 된 숨이여 그래 텔레베 당보들라 민중기 고 니버디 청주기 생기 고 숨버디 양다베 다와서는 다도 다 조다 동니가 다와서는 여자 Tene yin du sanay, ta ganda tunda nenga sum, lamgi zo namba sum, sudar sungu yaray. Che zang, ta dirye ge jik langsun nam sum di, zawan zaba bo ti, ene ribu gendem be jik tenbe sun je, je zong gaba chadi yaray. Tien dreban zaba bo ti, ene tenba rime ge be ngada chenbo, 장굴로르 타이기 제브레 세상 장굴로르 타이디 치수 나 지미기 지 쇠대바바 사는 장도 지단 때바 지미기 베 통나 가서 타고 용대야디 오만에 용대야레 다 인베이네야 치수야 주다 편주인지 지기지리야 에베 침뷰지 초리체아디 휴체아르 충분해 제산 장굴로르 타에 단자마 킨저왕분이 구두수 코나분이 직대네 사계기 다 딘지신부지래 직대네 까마감상기 다 땜바증기 차대요 아래 인베니아 코나니 핀주 즉 툭툭바당 다나시 통나시 시부여벌레 댄시
아니 템버 리메리아 메 가서 제제 좀 보자. 다나시 지 템버레야 추르지 미제베 간다라 가서 이제 제바틀레 현다 민저지 에 제바틀레 가서다. 현다 민저지 대나지 이제 토안에 간다라 지 팀상 주줄이야. 지 개바 망보지기 리메 사데 장군 공주 좀 제 로르타에당 저는 킨즈원보 그들이야 아니베 사드 넘버를 지레세제 근데 문제체된 용디야래 간다랴 장군 로르타에 거디 템버 리미기 다 간다 로윤 샤디야래 제상 안들이 지 아주 가수다 그유베 지기 수로로 세니자 지부마이마 다 추규신 유바신계의 수로블이야 친예차 니데지 자디 초진의 장글로르 타에기 투모모이베 지 자바다 남다르 쳔투베 자당 아니 공기 땜바 타다르 추리메베 지 구스지 에지 여바디 쳔투베 자로 니데지레 제자디 상에 토르샤고레 마도양에지 가수레디야지 담미르 제디도 공바르고 근데 충분히 미나 저기 이렇게 말했어도 다 들려야 드린 급수 봐봤디 인중 거래 땅 인중 거래 들려야 야야야야 담봉 인중 왜 깨고 왜 근세 이번 인중 깨왜 탑 숨바 인중 깨왜 채 당봉 인중 채고 왜 근세 샤벌이야 남당 인중 매가 시수이 된제 되니 시외 탐해라 시라 깜바 인가 류제는 꾸니 신지 통말 인중 채에서 제송디 탄되는 이 염소라지 최기 남자 최망에 니니 상계 주거라 통말 인중 남라다 유래 개월 그래디 대양 예수 숨리 탄되 점에 뭐 코와 찔리 겐디 남라다비 인중 그 상바 쇼타고 정규리 개베시 메버 주나 스버 코에 동에 야수 첨부인 나도 양다베 대와 매매 사제기 대변 주부 점에 미잔 틀어가 정부들 차지 된도 니 치질로 롱인디 강기계 시와데 도베 참에라 대마도베 시베 대와 부디 소르차베 정즈도 불라 깜바데 세베 샤워 이게 리루도 캠베 류제는 코와꾼이 담도 침벌 세베 세나 탄도에 남게 통마콘들 시베 대조 진입을 꾼이 동해에게 중내도 중내 소리네 대래 이 예브른 중원 대베 삼번 남버 담바 세고 소시아바 시베 코어 침비수 남대네 미시 시베 규인야 마주 시베 세바니 시베 균의 편바체에서 테마타가지 내장미 대유 나유 매체로 시에다 세번에 유엔은 라양 주지로 시에 송비 치르지 니네 지진자 매양기 담보 코와 타다를 인중을 껴시지면 퇴상 공수수 지지양 코와 등의 송비 규례입니다 계속해서 사방을 레시자니 인중마게 봐도 배고 인중나 전시대 민민남 공부마지 개와 통지 낭시의 경화실 코와 마시기 규체와 이노 다 강다리안 다 간데쇼도 나라주 코알레 타워 체벌레야 탄데기로 계고래서 코알레 타완데 코아베 데레 야 파네 지 가수에 데레 타르지기 삼당고레스 진지지게 배 탄력으로 막 개발해야 에너지 코웨기 에다 가수에 대조를 차대베이나 코알레 타베
退休嘛的。别呢，专把几专行那里，团队当，得来他那边给他了，满别呢，等于专行里没他话事情，可爱的他了，他了满别呢，可爱的他了退休过嘛的。等于对他，갈등안하는소리지탄대로시켜봐있나지금뒤남식이있잖아코알에타르의뒤지용거래서근데이뉴스한뒤준세는때네아니가서탄대로깨고탄대로깨버려제발이야네라강타르유가서해지코와디닝을쓴거아래세상코와로구주시해거아래근데이뉴스한에다코로나세야디다대신만고지했다오늘코와세야디다레뉴인기배콜로배레뉴인기콜로양내양서커스세모로배레더뇨모배시왕도큐네레더뇨모배다간다라콜로로부디배균체메모코르데바질리야코와스요어바드네유사네코와들리야배는가수에강기코나레뉴기왕기코르강코나사진이어른림비풍부디코르드네인디델레타와제발레야아니코와타다동행기라시진도통니델레교시당에니중차부기고요아래제상다지당기동행델레야동행남부숨숨요아래동행기동행주루의동행차반뉴제기동해동해남바순동해기동해사대돈주디즈하고알아나동해소화지어르다동해에소화남기응아즈대화다동해세대하고동해에소화디돈주디즈레하고제장돈주디즈레고동해기동해를탄대가다로세렌자도디남바를주연디어레스난주루의동해세주사나사세기대화배초래와성을真正那边团队给老，这个看毛买给，那都是看毛嘛，都是些苦嘛的有些的，看毛嘛的苦嘛都是有些的。现在大看到七六亩地吧，得了，得出来呀，俺那边三十几的哇，那团队给老，然后用不完的是，可啊，他大嘞，他大那边可是捐的都要嘛的，第一名的呀，可为你人家是那边捐的都要的，现在俺七六亩地不是我那个大得出来要的是。다코와타다라베동해기라시제는때네단너나사지기대화이나동해인비켜봐서알아근데게계속용되기어려세상단너나코와레야아니디강기코나레뉴레뉴이코와인스세상어라완탐지대화인시완탐지동해인수보는시코와세야디레다뉴모비시완도교바인상랑와요아마르스랑와매베인상동해레스제상아주뒤중에랑와랑와세트심지개집을뜯어여러봐제상야랑와텔레포세시르부망부용디가래남주인아주쉐대야랑와텔레야지쉐리쉐대야랑와디야텔레냠지채토르부지당응다나시텔레사바르부지용디가래단도난아주시규디다랑와래제상내가뇨모비시왕도규칙제래야랑와야마라랑와매비인상둥해게르신바시래마도베에네대회고급중세자라그말해서드니뉴스디균젠때네다코와타다기라야베가르쇼에둥해베르신도때네둥해게르신도때네텔레탄도기베교시에다니중차고시깨고래서텔레야디남림신비나로레야삼바디샤라웨숭보들싱귤라타베체신카나파라야메와시네민도나코웨규군중라민도에바타와야텐레시네미오테다는두근고베고바타바튼도니와야테단다디체르타베람라루바체브르와야칙자부던로시샘젠신코르챔비동에미수비니지야옹사메라라네메베전주기셈마저비이구버체니비슈슈제야미기위티버체보야
시지엔 담도 고아 좀도 유로스 드린 뉴산에 정주 그 심지 유리 깨고 왜 있는 거야라 심지에 탐지 동해기 나와라 미술비 니지 깨고 그래서 대깨 와라 다다 소수의 런딩도 봐라 자르니 런이 코에 동해기 너주 너주를 삼았다네 대라 왜 니지 잡아지야 니중 잡아지 마게 왜 있나 심지 생기 딩도 인지 기다리게 되게 탑요만 세상 조지 반대 어디시에 장바디 인지 종 마시에 전주 선바 벽이 시에 어다 장 인지 종 먹고 전주 선바디서 벽 배바디서 신거 넣으세 그 유낭 말했어 다 된다 될 공 말했어 아 그래 유산에 아주 타바 된다는 얘기 있어 알아 타바 된다는 얘기 말해 제발 옛날에야 내 가르쳐 주기 코로나디 코와드 둘루 마시에나 타베 열루 신호 지금 말하다 코와드 둘루 야보지 셰비나 데네 타베 열루르디 야보지 셴토고레선 것도 데네 인두산에 옛라 코르베 둘루 코다 두부인베 니즈르르디 차장하 거이나 데네 신에지 타르바스야디 상보지데 야보지 에 인베 지 코아스는 란도 야나베 하 니즈르르 차장신그레 세상 뒤균세는 때네 땅 인중계바데 시부지 계속이에서 다 되려야 대단 되는 일이 좋아봐 치와 마담입니다 마제나 맞아 이게 다들 치디 다다 정면 딱 간다야 가르송으로서나 에네베 치와입니다 봐 유나 마게베 이나 상원 두발라서 봐 유디 사보미스 치와입니다 봐 유리 깨베 이나 에네 상원 두베 유 먹어대 잠으로 치스는 냠서 랑바 이미네데 사보찬도 유스 제사 아주 뒤기 최응시에 대한 원조 사업 승부해봐 제사 고추 원조 응시디 사부 영어만 영사대 원조 기회 아주지 로장 장당디 배 가수의 슈타보지 정말 좀 쓰레 때문에 정말 좀 텔레파시 라레디 유스레 승도 제사 되려야 드리지 좋아지 아래 엄마 라마지 군주니야 미스자르스 그게 계지진 안나 라마델이야 꾸리가 나 뒤준 꾸리 인정이야 봐 꾸리 꾸리 우마우마 버급질이야 꾸리 사야 우마레스 근데 계지지 시아주 중요하다 가레스나 총조 용기인데 꾸리데 조데 신부디조레 시 신부디조 장소 시아 되줄래야 꾸리 처가 다로 십시오 근데 여배 인상 안나 총조 용기 삼에 꾸리 되는데 이유서 봐 제가 바급질로 꾸리 대비 총조 유아르 차제 무슨 아르 지단 가르소라 다지 똘론 아르 지 예 탑차르 대차 인자 아니 라마 카시게 대라베 그 유르 남베 소르 제제 아니 다 꾸리 비세 냐와다 아니 키스여니 지바 인사 치냐와니 키스여 냐데베 키디스여 데비나 그 키디준 담다사 심제들 사치면로 그리기 배정이 아와 기스업 직원 인사들 그 버급질 계제들이 주머대서 다 간단히 들리기 규제가 면로 다 간단히 미지기 라마질이 약간도 쉬버네스 그리 자데다 티고 준비 취하려나 티고 중요 취하려서 그리 쉬버네스 근데 라마 데티 냠내르 유서 코란 냠내 여베 인사 그 계제대 야마 도도 시에이스 티고 중요지기 냠서라 티고 중요 취해이스 티버 침부지기 냐슬람 티버 침부지 나라니라 티버 치주 강게야 쳬마 있어 세상 아주 뒤기 나솔 뒤 년가도 침부야 나주 지 소수인 외에 롬주라 티버 침부 쳬 제발 롬나야 송주 티버 침부 쳬 제발 마송 되네 망부야 나주 지 쇼메 지 상아 쳬 티버 침부 라네 라메게 쳬 왜 지금 능구에 사죠? 대대 능가시 농도르시 수수이네 디인 농도르시 전다 도도래야 티버 전부 상알라메 최 먹고 디비 티버 중류 최지래 로로면서 재상 수수 제아디 티버 중류 최 제기 예비네 대 최최서 송마 송사디 수수를 알래 디비 레마도 제주디 티버 중류 최 이마 제주 냠수 렌주디 티버 중류 최 이마 잠시기 대 티버 중류 최서 rang ranggyu do tiba chimbi chue su do man do tizum ru jezan di chue chue su song ma su sanga sanga su song ma song ane ta nan xin
어 가수에다 냠린내도 드라마도 쓰다데 소소로 두 대비 내장지 레마도베 미카시 삼료 나로래 소소 최첨부를 최 민첨부를 제대나 소소 즉 첨부를 소소 첨부를 찬도 나는 시기도 내 봐서 대야 세상 들려야 능균 영어 교사님 지수 대야들에 최 조바 첨부 인비 미편 가사 조바 첨부로 조개가 인스 却做不清不赢，是做的，却娘们开始就是，我做不清。叔叔的就被开始说他，叔叔呢就做不清不如就清不如差点那个时候，俺就吃个清不是的，叔叔清不如差多那是。今天就啥呢？却吃个清不娘是烂表总是的，俺阿哥叔叔就清不差别，另外要么了吧？今天就啥呢？大家做各种大哥了，你吧。다가는데서그래아대나코아타다른게그래저런남부를타보시면사주주지는네네네아다되네되네조회시안했어돈바숨란내내신다자컴숭코아래이마초나라코르유체인젠도고숨란배경네조배천주도오마시나신질로도번바시기피其中中共的演讲，几天缺席了，老老呢，老马老呢，之前村里就没得算了，前面人民也说，然后全国些个人，南郊不抽着抽的，学习吧呢，哪个光不休息呗？朝阳人不也不，朝阳人不也跑了通顺，我那吃不休息呗就这个说，我那热些个些的光忙休息呗这个说，我那自己就村里来通顺，我，初级班的二弟下。故事个里啊，那广播做个那么的里啊，年轻人不晓得啥的，跟着学的是。但确实故事说，但俺们广播的人是广播呢，广播人们晓得的人是就是，但得明白的是，晓明白的是，得要我们的是，得优秀是。他真正人呢，但俺确实的人是就是，俺他得要我们的是，得优秀。但真正人呢，但常常确实，常常广播的人学的是他。대야고말은유효스러다고코치진디제마시엔다가르치고수주사는천들로통수말은제장아주지곰채로섬기평기여와말은최세로섬기평기여와말은된다도도디다가다천들로통수하디냉가로부터대래수다세마는아주지곰제도시곰를격이위해서하늘에대체대대하처럼하도낭리야배간다지나도좀먹으냐좀더봐서유별나마탐색기가대코나를쏘찬렌렌다도동의타르치면좀오소이번인중계배탑라스딱인중계탑라채린낭시엔도탑치면낭시엔도탑당분이대중이해가채라롱면이일어컴채린낭시엔도시에쏘디개개친한게미군바게다채니최세배롱유에배대화게다튕겐랑다신기저바주단데배떼데내가부터터도기대와표순서가멀리부준유배는된시주다유단창도뺏는기고는예벌거수대렌직점예배땡디야채널넘버메디디디지파마채도용배지딘디유린대롱메벌외벌유도채지남채양예바메바다치외지최남다채바마도니굴냐라수지딘최기류배지도까지잡은배기펜바메벌마세채들내지둘을치물을둥예배유채배추는일라양삼십건배채들유린대배탑채바라거바메벌시는나라채디디긴대배지딘최기이나와세실기어바티여바티그여도안에치마튼이기로슈브라게오시에숨바오대안시태종예가사말라스따띠가르숨으로서는땅인중대대대개치모이면땅인중깨당시야나따띠인중깨당들담보지기천디이기낭시엔도답사는란도천들레베샤바로답니바디지채치메기낭시엔도답니아레스다천디낭시엔도답들라야텐주르니가텐주르니바가와다채라롱메바쌈니천디낭시엔도답이예수다들라야텐주르니바가와쌈발레야텐주르기무엇해야돼다텐주르니가세야돼가르쳤잖아지당기밀루토바잠시기미베마최주벌레야최주베게왜루덴디컨디지고가르쳤잖아대화기에다저바주던데미루를붙이던데지토고가래서
가시 디상 쓰도 가시 아니 다 트랜스 아니 넘버 3개 왜 밀루 좀 붙이시도 배 자침 쓰도 와스 제단다 나주 부만 쓰잖아 야구도 왔어 부만 쓰잖아 아니 그 미망 못지래 심지 망 못지래 밀루 량 화급 터 다 그런 게 배 대전 예가서 아디 시다시다 하마 오제 다지난기 남아산기 밀루즈 안에 계층 위에 하고 내리 지생에도 난 가시기네 아니 마시 팀상배 민보로 많다배 강에 와서 제산디 대전 니에 바까 와서 니에 바까 와디 인사 말았어 알았잖아 다디 눈버 구교 기계래샤스 엄마 별 사자 가시 뭐지 미시라 메자 아니 대전 니에 바까 와레스 하네니 데데레스 다디 사지 손다스 갸나르 지 손다 갸갈 지 손다 총계 뒤진다 손다 대준 예바 가와랜도 면도 직도 해라스 저 대구백에 자랬다 배 미마한테는 미마한테는 쭉러온 야로 드리어레스 나 드네시도와 세상 나 가시 오 다디 대준 예바 가와사야데 하마오 되는 면으로 다디 텐절기 오사야데 타와게든 저버 쭉사야데 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梁皇宝忏共修法会，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4月8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一；4月15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二；4月22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三；4月30日星期日，梁皇宝忏卷四；5月13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五；5月20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六七；5月27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八；6月3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九。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1，0722123231。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大家好，上堂课呢，我们大概了解了《菩提道灯论》的四个特点，后来呢，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佛教是怎么传入藏地的过程。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莲师，也对他有很有信心。他可以说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是最广为人知，也是最威猛的一位上师，有着无数的故事海量的文献，而且千百年来被人民代代传颂啊，万众敬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为了方便我们这次的这种讲解呢，总得选择一部莲师传记作为我们这次讲解的依据。那要选择哪一部文献呢？有一位16世纪的明代的藏族高僧啊，他叫多罗纳他，他是一位觉朗派的大师，深晓印度佛教和历史。我们今天就以他所撰写的这部莲师传作为参考来讲讲莲师。那么为什么我要选择这部作为参考了呢？一来呢，因为在藏传佛教当中啊，依据这个印度文献来编写的传记是非常少见的。古印度有两位大师曾经口述过莲师的故事，一位是大成就者寂藏，还有一位是来自南印度的古国陀比罗的聚天元大师，他们都曾对自己的弟子呢讲过莲师的故事。后来呢，这位多罗纳他就从这两位大师的这个亲传弟子口中呢听闻了这些关于莲师的故事。所以呢，这些描述和这个记载呢是比较可靠。二来呢，多罗纳他呢不仅按照这些口述如实的记录下来，而且呢他就参考和对比了当时他所找到的比较古老的藏文文献，将里面那些比较公认的没有争议的这些内容呢特别选出来，然后呢最后就编著了这部莲师传。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多罗纳他的这部著作是比较可靠比较有公信度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根据他的内容来讲几个莲师的故事。莲师出生的时候呢，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体上看到很多莲花形状的胎记，所以呢，那时候的那些看相的人啊，看到这种与众不同的样子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呢，就是以后他会成为一个国王，但是呢，另有一些人说呢，他会住在狮驼林，也就是坟场，会去做一些让他们这个高贵的种姓蒙羞的事情。总之呢，众说纷纭。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他们都一致认为莲师会是一个很难被人控制而且是无所畏惧的一个儿子。直到有一天呢，来了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一个愚虔师，他看到莲师之后啊，就说这个孩子呢
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密教修行者，而他身上的那些莲花的胎记呢，其实说明他是属于莲花部，这莲花部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解释啊。所以呢，他一定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因为阿弥陀佛是莲花部的部主。于是呢，莲师的这个名字当中呢，有了莲花这个词。接下来呢，就是莲师怎么成长的啊，怎么学习的，后来是怎么出家的啊，这些我们就先不用说了啊。但是呢，再怎么说，他是后来呢，就是成了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高僧。他的这种成就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介绍。一方面呢，他成了一位班智达。班智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啊，来源于这个梵文。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那莲师呢，不仅仅是在佛教的造诣上精通三藏，而且在世俗的这个学科当中呢，也通导五明。关于五明是什么，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讲解。总之呢，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就是莲师是一位什么都会、什么都懂、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一个大学者。那么另一方面呢，虽然很多就是古印度的大师啊，都有这个班智达这样的一个头衔，但是呢，莲师呢是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莲师的这个班智达前面多了一个词，成就者。也就是说，莲师是成就者班智达。那么成就者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呢，莲师不仅仅是一个大学者，而且是一位密教修行的成就者。而且密教当中呢，这种成就呢，分为共和不共两种成就。那共的成就呢，有点像是我们世间上就觉得好像很稀奇的那种各种法术。那不共的成就呢，就是证悟，真正的就是心性上的这个证悟跟了悟，它都已经圆满了，这两者都已经圆满了。那么关于什么是密乘成就啊，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谈。只要呢，现在大家要了解莲花生呢，不仅仅是就是各个领域学科的一个大家，而且精通三藏，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千百年来就影响很深远很著名也是最有威力的一个密教成就者。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Om Maraba Za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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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m dun dim gom bun jia hu ren yong la xiang zha lu Gang ge lu zhu zhen yi zhen zhe nye de nan da ra zer wei Jin yi dong ge zhi zhen zhi zhi ni ji de ge ra la wang zi Gang da zhi bi zhong ren ma ri gom dung ding ri ji zer wei Ro zho gong la wa jiu da zhen yang la zhi jian yang dung song Zhi tri chi zhong yi mong ni long li jia chao zhou zhong zha jiang Ma ri gom zir ding ri mi ge Jin yi zhong zhe ra zhong nong, du ni da zhong sab jim da zhong yong dung li zhong jie zhi du ge, zhi tab zhi tam jin yi jian jim da lung men se. Jiang hu ra yong lan de de, zhi dung na ji jim jie rong wo zhi ri ji, da lu de me men ba rab se ni, kwa tang tam ju zhong lu do bai. Lu zhu ru bi na wab ji de su ro, niang ji jim bo zhu dung na ji mi jang, zhong ni mo lung jim bo ngab jia da. Bakar dan wam zan tu shir mert Tumba di ji jan la shong za lo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那我们今天闻思，先听法，然后精进的修行啊，成了佛以后呢，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课呢是这个四个外加心当中的第三个修法啊。也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呢？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话，然后从这个当中啊，我们不会有这个从轮回当中啊这个解脱的这种想法。就是啊，有些人呢，就是有一点点。个世间的福报，比如说暂时啊有这个身体健康啊，然后呢也有钱啊，然后就是工作呀各方面啊都是比较这个顺利，那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我们凡夫就是啊鼠目寸光，那只能看这个眼前的这一点啊，我们又不会去思考过去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又不会去思考啊未来又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只看啊眼前的这个这一点，眼前的这一点，然后呢觉得我已经啊就很幸福，就不需要去这个学佛啊，不需要去思考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是。很幸福了啊，已经对这个生活很满意了，不需要啊，就是有些人呢就这样子，就是沉迷在这个暂时的这个人间的这个幸福啊，或者是这个短暂的这个人天的这个福报当中啊，这样一直沉迷，然后呢。就错过了这个很多的机会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这个思考啊，这个轮回的痛苦啊，然后呢，佛法就讲啊，佛法里面讲这个人生啊是人世间啊，或者是轮回是这个充满痛苦的，那这样子以这个佛一说啊，轮回是充满痛苦的时候呢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很这个悲观啊，还有呢消极
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嗯，但是实际上呢，啊，这个不是悲观，不是消极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嗯，释迦牟尼佛啊，也不排除啊，不否定这个轮回当中存在啊短暂的这个心腹啊。轮回当中这个存在相对的心腹啊，短暂的心腹，相对的心腹，这个不会排除啊，不会否定。为什么不否定呢？因为这个轮回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轮回是以两种不同的这个因缘啊啊这个造成的，嗯，那不同的两种因缘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嗯。就这两种啊，恶的这个啊，罪恶的这个果报是地狱、畜生啊，然后就是这个恶鬼道，就这三个啊。那这个当中呢啊，的确是这个充满了痛苦的啊。然后啊，这个人啊、天人啊、飞天这三个呢啊，它是善的果报啊，它并不是恶的果报，它是善的果报，嗯。那善的果报呢是什么呢？善的果报是幸福啊，善的果报应该是幸福，应该是快乐，嗯，善的果报不应该是这个痛苦啊，善的果报不应该是痛苦。所以啊，这个人天人当中啊，人天的这个世界里呢，佛也啊不会否定有短暂的这个幸福和啊这个快乐，嗯。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啊，佛是不会排除、不会否定的，嗯，这是真实的情况，凡是真实的情况都不会否定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个佛教，嗯，它不排除啊，它不排除这些新生事物啊，很多这个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啊，或者是科学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啊观点啊，它不会排除的，只要符合事实的话。这个为什么呢？嗯，因为啊，真是这个符合事实的任何一个事情啊，佛不排斥。佛在佛经里面啊有一句话，嗯，他说什么呢？嗯，啊，时间人啊，时间啊，承认的啊，时间肯定的，我也肯定啊，世间的这个否定的，我也会否定啊，时间与我争论啊，我不跟时间争论啊，这四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啊。这里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特指一种人呢？它不是啊。时间啊，时间和处世间是什么意思？嗯，处世间是佛的智慧啊，真无空性的智慧是佛的境界啊，这个叫做处世间啊。然后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就是我们的五种感官啊，五种感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的这个思维的判断，嗯。这些叫做这个这些叫做这个时间啊。那时间肯定的，我肯定，这是什么意思呢？时间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啊，佛不评啊，这个不否定，嗯，耳朵听得见的，佛也就这个不否定啊，这样子的意思，嗯，时间的这个肯定的啊。然后时间否定的啊，他也否定，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在正常情况下否定的呢，佛也会否定的，佛也就是会否定啊。这就是说啊，时间比如说眼耳鼻舌身认为有的，佛也就是承认是有啊，他们承认啊，他们这个确定没有的，佛也承认为是没有啊。然后呢，时间人啊，但是呢，时间跟这个佛是有争论，为什么呢？佛啊会讲这个，佛讲的这个世界观呢，啊，它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啊。那我们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五种感官的这种世界观呢，它是一种表面的这种啊，表面的这个
表面的这个世界观和这个人生观。那这个表面和这个深层次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世界观啊和人生观呢啊，有些时候是会有冲突的啊。这个时候呢，佛的智慧是兼容啊这个世间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世界观，佛会理解啊，佛理解我们的这个这个世界观，所以佛就不会跟我们争论。嗯，但是呢，我们啊只看到这个表面的现象啊，就深层次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面目啊，真实情况呢我们看不见啊，所以我们会跟这个佛啊有争论，会去跟佛争论的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肉眼啊，我们就看一个恶乱石啊，一个恶乱石我们放在前面，用我们的肉眼去看啊，它是精致的啊，它是不动的啊，它这个中间呢是没有空间没有间隙啊，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嗯，但是呢啊，电子显微镜啊，一看它是运动的，它这个里面没有任何这个精致的东西，它是运动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跟这个显微镜下面的这个结论啊，是有所这个冲突，这个时候是会冲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啊，会与这个跟这个显微镜啊，有这个争论。为什么呢？我们的肉眼呢永远看到的是精致啊，永远就是看不到这个运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一个恶乱石也就是这么多的分子原子组成的，然后就是这个分子原尤其是这个原子电子之间这么大的空间啊，然后不断的在这个运动啊，这些是跟我们的这个常识啊，我们肉眼看到的是完全是这个不一样的。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因为他不懂，所以他会去这个啊争论，嗯，去争论啊。但是呢，这两个世界啊是不同层次的。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表面的这个现象啊，显微镜他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本质。嗯，在这个时候呢，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啊。精致是这个形式外表啊，最表面的现象，然后运动呢啊，它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本体啊，这样子。同样的，佛也是这一样的啊。佛的智慧啊，所看到的这个人生啊，佛的智慧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这个佛的这个佛争论，但是呢，佛是不会跟我们这个争论啊。为什么呢？佛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感官是本身就是有这个错误的啊。那有了错误的话，他错误的这个感官，他得到的这个结论也是有错误的，所以佛就不会跟我们这个，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佛就是不会给我们争论啊。但是呢，佛提供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啊，这个知识啊。结论呢啊，我们没有很多没有办法这个接受，所以我们跟佛是这个有争论的啊，这样子。所以呢啊，就是佛他不会否定啊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幸福啊，还有就是相对的这个快乐，这个佛是不会否定的。嗯，这是不会否定的。嗯，那佛为什么要说这个轮回是这个充满痛苦的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佛的这个痛苦啊，是啊，他思考的就是很仔细啊，很仔细。所以呢，啊，就从这个佛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世界是充满痛苦的啊，这样子。再说呢，就佛说的这个痛苦跟我们呢，我们现在我们普通人讲的这个痛苦啊，这两个痛苦即使是
一个层次的话，也就是佛是从整体来讲的啊，整个这个轮回的角度讲的，我们看不到这个整个轮回，我们是一个片段啊，就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当中去啊，就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去判断我们这个幸福呀不幸福这样子的，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说，这个轮回是这个痛苦的。啊，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轮回痛苦啊，然后呢再去知道这个为什么轮回是痛苦啊，轮回这么痛苦的这个因缘啊，它的因缘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首先要知道轮回是痛苦。这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生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生病啊，生病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首先要知道这个啊，首先要去认识这个病痛它的本质，然后知道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找这个病痛的这个因缘啊，它的根源啊，它的根源是什么啊，为什么生病，就要去找这个根源。那这样子以后呢，找到了这个根源以后呢，然后啊，就可以对病下药，然后呢就可以治病啊，这样子。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轮回痛苦，知道这个痛苦以后呢，那我们会有这个寻求解脱的这个念头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眼光啊，就是放在一个很短很短的，就这么比如说10年、20年啊。就不能这么眼光不能放在这么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当中，10年、20年当中也不一定一直都健康，也不一定一直都很有钱啊，也不一定有名声啊，也不一定就10年、20年当中能做高官啊，都说不清楚的啊。即使是可以的话啊，即使是可以的话，这个10年呢、20年呢。这是我们从我们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角度来说啊，比如说轮回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天的这个24小时啊，那么我们的这一生呢，其中一秒钟的这个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啊，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啊，那我们的眼光就是放这个啊，我们的眼光就放在这个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那其他的我们都没办法知道啊，其他的没办法知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眼光啊，我们凡夫啊，凡夫就是我们普通人，普通人呢，只看见啊这个眼前的这些啊东西啊，很重视眼前啊。不重视过去，不重视这个未来。那佛是整体啊，从这个生命的整体、轮回的整体啊看，然后就是这个下这个结论啊，这样子。首先要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啊就是开始有这个出离心啊，就我们有想一定要解脱啊，因为我这么痛苦啊，所有的众生也就是这么痛苦，大家都这么辛苦，大家都这么痛苦，所以我首先啊在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我解脱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也要啊让其他所有的众生也啊让他们得解脱啊，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极个别的人啊，极个别的人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前世的自己的福报啊，前世的自己的福报，这一生当中呢啊，各方面啊都比较这个圆满啊，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圆满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这。就延迁就是这样子，延迁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啊，他认为啊，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他认为明天也就是今天这样子啊，明年也就是现在这样子啊，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这种想法啊，我们凭什么认为明天也就是今天这样子呢？啊，
凭什么认为明年也就是今年这样子呢？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没有理由的，没有任何这个啊这个说服力的。在这个中间呢，如果自己的身体啊突然间啊查出有这个癌症啊，或者是有是其他的绝症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明天也是今天这样子呢？啊，这是自身的这个变化啊，然后外界的这个变化啊，外界的变化就是就突然间瞬间就发生的这些自然的灾害啊，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是明年也就是今年这样子呢？也不是。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啊，工作的这个问题都有，随时都有发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意外的这些变化，那这是谁都说不清楚的。所以啊，我们只啊看眼前的这一点，然后呢觉得这个轮回是幸福，这样子的话这是错误的，大错特错。所以这个啊，我们要把这个从这个轮回的整体去看啊，这样子就知道这个轮回是什么样子。知道了以后，这轮回知道轮回是啊，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以后呢，我们啊不会这个更消极啊，不会更悲观啊，会更积极啊，会更积极啊。从此以后呢，不可能没有追求，有追求，有更高的这个追求啊，有更长远的这个追求。从此以后呢，我们什么都不想做了，很消极，不可能是这样子。从此以后呢，更有这个啊，更有这个人生的这种计划啊，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就更有这个人生的目的啊，人生的目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啊这个正确的这个认识啊这个世界啊这个轮回，我们要用一个很公正的啊很公正的这个心态或者是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不能把这个世界本身是痛苦的东西啊，就不能把它人为的就是啊美化，我们就是用一些很好听的词汇来形容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啊，这样子以后呢啊，那我们自己会错过很多的这个机会啊，所以要用要用这个那公正的这个啊逻辑有理性的这个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啊，这个轮回如果真的是很幸福的话呢，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幸福的东西说成这么不好的啊，这是没有必要的，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如果真的这个轮回是啊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啊，如果这个轮回啊真的是很痛苦的话呢，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啊这么痛苦的东西说成那么美好的，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个轮回啊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这样要去这个探索一下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啊，这么多年一直不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吗？有必要我们现在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啊，有必要啊。我们一直都活在一个表面的这种现象当中，表面现象当中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父母啊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啊，然后就是我们从学校里面这个学来的这个教育，然后我们跟这个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所有的一切给我们这个灌输的啊，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世界的表面现象，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这个思想，或者是没有一种观念是进一步或者是这个比较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个啊，思考过这个人生，思考过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的这个这都是都是所有我们的这些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离职啊，还有这些感官的这些或得到的这些信息，所有都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进一步去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首先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但是在具体的修法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去讲一些这个理论，因为我们以后要去思考啊。思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还是必须要用这个理性的思维啊，必须要用理性的思维啊。如果那、不是啊，如果我们的思维啊。如果我们的思维离开了这个理性啊，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哲理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思考啊有可能也是错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学一些这个理论啊，这样子。那具体的修法，我们刚前几天讲过了，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啊，打坐的时候，打坐之前的这些预备的这个工作啊，一直到这个观想上师，然后呢上师化光融入自己的这个心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停一下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修这个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些都是跟前面呢是一样的。那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啊就打坐，以打坐的这个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把心静下来啊，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时候，这个有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那层面啊，两种不同的这个这个方式啊。首先呢，我们是这个不去思考这个像地狱啊，这个出生啊这样子，不分啊。总的去这个思考整个这个轮回，从整体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佛说六道啊，三界啊，就是六道三界里面呢包含了所有的这个生命啊，众生啊，那这是痛苦的啊。那怎么讲呢？这个话怎么讲呢啊？痛苦这个佛说这个世界是充满痛苦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准确的心态去理解这个意思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佛讲的这个痛苦啊，有三种不同的痛苦啊，三种不同的痛苦。第一个痛苦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苦苦，有两个苦字啊，苦苦啊。这个这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这个生病呢生病的这个正在生病啊，受这个生病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有父母死了，然后就是有这个精神上有这么大的这个痛苦，身体上也有这么大这样子的双。